小宝挺乖呀、啊，他跟你都可乖，不动。现在给小宝量体温。38度1，这是小宝吧？小宝吓得都不敢出来了，回个头总敢吧？人生总要许多事情面对，来，转过来。胆子小和他爸似的，那高家挺淘的。胡子，量体温。他体温是38.8。是个体重。也就是2.8吧，公斤，2.81，5斤6两2。小胡子，这是你的体重啊，你5斤6两多了，怎么样？来的时候才3斤多点。那个是谁呀？这个是胡哥。2.81。你不得劲儿是不是？没事，有反应，稍微有点反应，挤了挤眼睛。好了，扎完了。虎子，来。哎呀妈呀，这小脸儿，小宝宝。来，小宝出来。小宝宝，三斤三两。太乖了，简直模范小宝宝呀，这是。进来吧。哎、还出来你干啥？胡子和小宝扎完了啊。观察一会儿，没有问题我们就可以走了。胡子，看扎完针的状态怎么样？来，还攻击我不？刚才张嘴哈哧一下，害怕了可能是。行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可以了。可以走了。嗯，可以了。我们就回去了啊。嗯。你咋老是一副没有朝气的样子？嗯，多愁善感呢。被关起来了吧？哪个屋都乱窜。啊，终于扎完了，到家了。怕两个小宝宝冷，特意包了这么一层小被子。哇！咦，来，到家了。来。回去。来，出来了，虎子。到家了。还是你熟悉的味道。小宝当初从医院都不敢出来，就窝在里面，头都不敢回，是吧？知道这是家，他就敢出来了。不知怎么样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该玩玩，该闹闹。那宝宝心情是有点低落吗？啊？难道药效有反应了？在那趴着了，那你就趴一会儿吧。这个平板其实是给你当床的，睡硬的腰不疼。还瞅啥？小胡子回来还是比较兴奋的哈。镜头看一下，是不？一切安好，没关系。